请不要眨眼啊！癞蛤蟆跳悬崖！我日死你的哥！这就是体型小的优势了，好吧？你说如果你玩个赛，他说实话舌头真的，说实话是必舔到你的。但是我玩个提莫，他其实说实话还是要带点预判的。他补刀我就 A 他，他不补刀我就不 A 一下。哎，想直接舔我。哎，再一下进洞，进草。正在报告。再摸一下看看。再摸一下走位，再摸一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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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看，黑暗收割有了。我就问你谁亏了？他这一波跟我换谁亏了？他马上快两级了。再摸一下，胯下扎针，再摸一下，再摸一下，点蓝，再摸，再摸，胯下扎针，再摸，再摸，剑圣来了，你死了，别跑了，还好，我操，直接遁地过来，兄弟，你有点不把我当人了，好歹我带的是点蓝呀。先出面具，没毛病。胯下扎针，摸，脚底抹油，摸，摸，摸，胯下扎针，摸。好，亏不亏？对吧？他带一个 PPTP， 老想杀我，兄弟，控你线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完美，好，卡线，卡线，跑了，给你跑，给你跑。主意跟他玩啊，主意。好，他应该是避了，他避的话就亏兵，我们。在塔下补刀很舒服，对吧？摸你，摸你，跨聊。我去前面探探路。武器大师不知道会不会来啊？摸你，摸不到，插个眼，小心武器大师。先排一下针眼，这里有个小针眼。好，整装待发，中个菇，再来个菇，哎，完美，蓝没了，最好避吧，这一波，避了啊，这波感觉最好避，因为没蓝了，回家一下，再中一个，胯下扎针，摸你，摸你，对吧？有想法了，这人是有想法了，但是他这一波非常危险。我有点蓝，他有护盾，推他，可以来干可以吗？我去前面探探路，胯下扎针。不来，漂亮！剑圣就是不跟你多逼逼啊，直接开大干你，溜了，回家。矮子针，胯下的针摸你，摸你，摸你。剑圣来了，怎么说？我有事，我先走了。给我个头呗！
来个头呗，兄弟，我操，二塔拿捏。干什么？想来抓我？我毙了啊！看一下二塔能不能推，能推二塔就很赚。好，速推。摸你，摸你，跨杀扎针。600块，600块我拿了没有？走直线，我不信塔能打到我。还行。哎，兄弟们，这个塔我吃了没有？这塔。目前咱们的发育有点好。吃塔皮，吃塔皮。致盲。炸！低调一点啊！再拆，谢谢。差一点伤害。操，兄弟，我都说低调一点，兄弟。矮子战术，小看我的伤害了。讲道理，确实有点小看了。下路淡带一波，直接推，确定吗？我就问你一句，确不确定？好，很好，很好。我都说了你低调一点，兄弟，你非要过来搞我。正在报告。砰！注意伤害，半血，不多，兄弟们。正在报告。现在还不是特别恐怖啊，简简单单炸个半血。小龙已经没了，没有小龙了。我来了。脚底抹油，有点浪，这里没有眼吗？武器大师在打红 buff。偷袭一下，整装待发。头铁，中，中，中，死，死了，不死直播吃死，除非有治疗，看到没有？简简单单一套爆发，好吗？现在爆发就高了啊！现在爆发就高了，要迅疾，中，致盲，哎呀！推塔，推塔，推塔！死！死！
还差一个武器大师在推塔，看到伤害没有？整装待发，踩到了，很难受。死了死了，这都没死吗？这武器啊，蘑菇的话好像是没有上限的，好像五层充的，可以下一把。